啊，还有八点十分啊，看看什么？看看钻石舞台了。欢迎您何地光临，最喜欢那些明星，什么歌你最爱听，想看什么精彩好戏，钻石舞台等着你。工作压力伤透脑筋，伤脑筋，考试假试筋疲力尽，好累哦，充电一下恢复冲劲，耶、超越自我领导流行有信心。欢迎收看超级综艺节目钻石舞台。烧掉啊，烧掉啊，呦呦呦，赶快打幺幺九，着火了。为了气氛啊，我冒着生命危险主持钻石舞台。说话是吗？为了观众朋友呢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做好节目，这是应该的。观众看到的都是好的成品，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场，我们唱歌，还有音色一些画面，哇，那多精彩！这就是我们的前好几集啊，改变新的节目里面很多的单元里面的这个精彩这个画面。对，当然一个好的节目，成功的综艺节目，就经过好几次的磨练拍摄，当然也有 NG 的这个时候。对对对，不好就要修，不好就要修。所以各朋友看到的都是我们这个完整的画面，对，其中也有很多的 NG 的镜头。哎，所谓的 NG 就是 no good 啊，啊 no good， no good， 哎 no good 哈、啊，就是 NG 嘛。好好，反正就是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嘛，人一定会有犯错误的地方。其实讲真的 ，NG 的镜头啊，其实啊，这看起来其实蛮好玩的。哎，有时候看到这个艺人呢很糗的样子，有时候看到这个摄影机啊，这个有时候出纰漏啊，不过那都是最真实的画面嘛。对，不过我们三个人的这个 NG 的人多的最多了哈，最多没有天才型的演员都比较多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我看到你唱歌唱歌唱到一半啊，对对对，这样讲就对了，像唱歌破音呐、讲台词忘词啊，舞步忘记。你不多，你也笑，你不多，没有，三个人谁多？我们看看画面就知道，还不止我们。哎，来看一看，来，好来，好吗？三，一，二，一，二。啊、等一下，徽章掉光了。三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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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立定！立定是一二三四五。现在几点钟了？八点十分啊，就是还不同意，我们来跟他说一遍。来喽，好，刚刚聚焦，好帅啊，随便嘛，就叫你们那个啊，没有啊，好，音乐停一下吧，音乐对，对不起啊，啊，要继续往后面走，还没到，哦，还没到是吧？继续，哦，那继续，来继续。好，还是一遍步好不好？不要站在那边尴尬好不好？一起来表演一下那个 Janet Jackson 的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好。快了快了，转速，转速不对，唱片坏掉了。
不能笑、啊。你刚刚没有说我要没有要喝什么？笑一个，你随便笑一个就好了。你不要想喝什么？我让你乱跳烦恼。人没有破了，他你要挣扎一下，然后王俊彦你要扶他，王俊彦把他抓住，按住他挣扎，头按住，按住，对，然后你才可以抓大一点，比较按住，躲会掉，把他按住，然后你就加紧他，然后他闪一下，杨帆比较准，好，杨帆大家比较准 ，OK， 我们再来啊，用力一点把他扎碎一点，好，再来啊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，从头再演啊，喝酒一。你想解除烦恼是吧？哎，我让你开心，我让你开心。向您洗礼八年了，今天希望能够师父能够教我一些技艺的精巧，师父可以偷袭你吗？不是啦，技艺的精巧，打死我想师父我是做花瓶的吗？操，再次还是车床？我想可以了。已经向您习艺20年了，10年拖地抹地，10年向您学习剑道。今日，师父，打你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我想，可以了。师父，弟子在此。已经向你洗礼20年，10年拖地抹地，10年学习剑道。今天，徒儿希望能够下山，继续完成我的剑道的习艺，希望师父能够成全。你在讲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啊学习剑道啊！再我要你不急。奶奶。求求你不要理我，镇定一点。原谅我们俩小心一下，我刚刚在乱笑场，来跑个电话，对不起。
跳什么？你忘记转圈了啦！在您要捐款之前，先看清楚您所要捐款的主办单位到底是不是合法之徒。我中华电视公司。杨凡，哎，我最近看到你气色好很多。真的吗？我前一阵子看你的，再来一次好吗？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些都是我们呢以前录的时候都很辛苦，各位没看到，只看到成功的一面。而且有时候录了好几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为了讲究更好，对，更完善。没有没有关系，我们节目总是要做好，不好马上就修，对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也跟我们机器，有时候机器也会出纰漏，不是不会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们不有时候不是人为的因素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导播也导播也有时候对呀、啊，有时候乐队也没有乐队也什么都没有做，哎，都是我们做哈、哎。我们请机器来一下 ，Come on baby， yeah， 我问一下，我们这个礼拜表演的人是不是节目的内容，还有上个礼拜如何？哎、上礼拜好不好看？他没有几说不好看的啊、哎，他们脑筋有问题。别台节目好不好看？越来越合作，越来越合作。他华视的机器嘛，会不会有别台的人？不是，来，我们这礼拜穿的衣服有没有漂不漂亮？他一定是跟我们走在一条心上面，是不是、啊？我们要好好的努力，做好更好的节目，好不好？你喜不喜欢我们？加油！喜不喜欢我们的总经理？废话，不喜欢马上把那机器扔掉了。请收看我们这个礼拜最精彩的钻石舞台。这个就是 NG 啊，对不对？他摔一跤就是 NG 啊，对不对 ？NG 他就滑过去啊，摔跤怎么那么滑稽呢？这一摔的人，对，机器就会歪一边嘛，照到地板上面去的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怎么那么离谱呢？再一次给他一次机会哈，不能再 NG 了。观众们，刚刚就是那个 NG 镜头的意思就如此。收看我们精彩的钻石舞台。你怎么又 NG 啊？喝醉了。他不敢过来。